你有何吩咐？你这家店我买了。谢谢谢谢。从现在开始，这家店是我的。今天我们打烊了，我要跟我的店员说话。 在此，你薄酒一杯，感谢诸位的心意，也望诸位尽欢。功德结算，凯旋归来。来，你们把东西拿给我看看吧。哎。